就变得更赚钱。那就看着还真有人住，旁边有人住，旁边那个房间比较大。然后呢，根据这些人来情况，这个先看风景，可以看远近看到风景，还可以看到双龙寺。我们这里你看疫情没那么急，没那么房子没那么急，等一下里面也看得到啊，这里很多尖尖的三角形都是寺庙，这里寺庙真的特别多。我们老城也离这里很近，这里下去晚上就是夜市，普通的夜市，天天的夜市，这里找吃的比较方便，可以坐上拍照。